宫里的小太监小荃子托人给楚楚带来一封信，这小荃子在徐公公身边11年了，他不可能开这个玩笑啊。这么说，那就是楚楚已经知道这个事儿没告诉你啊，叫你跟这儿傻等着。那我的事？什么你的事儿啊？就是徐公公没办之前他已经中风了。哎呀，我还给了5000两去救那个老秃驴，他怎么那么不中用呢？这不能多活几天？这么多钱呢，全打水漂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呀，我还指望你飞黄腾达当官呢，叔叔跟着你后面沾光，你说你这事儿办的，哎呀，完了，全完蛋了。哎，我说，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啊？就是官令啊，在他中风之前已经下来了，在路上还没到你手里啊。哎呀，你赶快托人呐，打探打探，接替徐公公的新太监总管是谁？咱们得找个新靠山呐！啊，再筹点银子，疏通疏通关系。哼，那还不是要找楚楚吗？他现在会保护我？哎呀，原来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别得罪楚楚，别得罪楚楚啊！因小失大吧。二叔别说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得罪你亲娘都不能得罪楚楚这个敲门砖呐！别说了，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？别说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官吏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等着，别着急，再等等啊！等个屁呀！这可能性比你生出儿子来还小呢！你疯了吧你！简直就是疯狗！嗯，看见了吧，变疯了。没有做官的命，算我看错人了。闭嘴！我不想听你说话。生什么你？文达不是在家吗？怎么不来吃晚饭？他是不想见我？不是的，娘。是文达，今天听到消息，说徐公公中了风，卖官的事已经无望了。哼，本来就不应该抱希望。咱们贺家那么大的产业，他不好好的经营，竟想着走捷径，带来名利双收，你想想。买官是那么容易的事吗？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哼，这下好了，赔上一大笔银子，最终还不是闹得一场空吗？要是文达真能做了官，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？咱们家现在空有桑田工厂，却无权无势，都被洋人骑到头上了，却没有办法。谁知道会飞来横祸呀？咱们贺家这么些年，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遭遇了不少，不都挺过来了吗？我就不相信，咱们真的就走投无路了。娘，您也别着急，事情还没有到最后的地步。老秦啊，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最后一步，咱躲也躲不掉了。你不会怪娘吧？怎么会呢？这一切又不是娘您造成的。我已经想过了，哪怕咱们贺家什么都没有了，哪怕咱们全家遭遇牢狱之灾，但至少咱们一家人是在一起。不知道润生现在在哪儿。好不好啊？东家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不好好带队操练，都悠闲的躲在这儿睡觉。人呢？哪儿去了？这些天也没什么事儿干。该干嘛干嘛去了。
有的去桑园干活了，有的回家了，还有一部分他们说，贺家快要败了，不干了。东家，这贺家是快要败了。放屁！一帮势利眼的东西！我告诉你，贺家只要有我在，永远不会败。现在马上召集剩下的人，需要你们保家护院的时候到了。好嘞，东家。好长时间不打架了，我这手还真痒痒了。哎，好好干啊！完事之后重重有赏。哎，好。哎，东家，咱们这是要打谁呀？不是洋人吧？怎么着？看见洋人吓得你屁滚尿流了？那倒不是，他们说洋人和官府是一家的，不好惹。哎，要是单打独斗，那谁怕他呀？心放肚子里吧，不是洋人。哦，那是谁啊？金库，声音小点。你们就跟着我，把金子运出来就可以了。这，那官府他不会管吧？那么啰嗦，贺家的事，官差管得着吗？赶紧去。好。生的事情茶饭不思，裴伯让厨房煮了些参汤，给他补补身子。哦，给我吧，我给他。是。这个呢，是我给娘熬了点参汤，哎，你帮我把它给娘端过去吧。你自己为她熬的，你亲自给她送过去吧。哎呀，这前天不是跟娘吵架了吗？不好意思拿过去。你去，你说那天的事儿啊，我话说重了啊，我知道不对，向她道个歉啊。我觉得你亲自给娘道个歉，说几句好听的话。娘最近为润生的事情担惊受怕的，也不容易呀。这汤都凉了，你赶紧拿过去吧。嗯。哎，宝琴。嗯，还有事儿吗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你叫我娘喝完汤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
反而让您费心了。别做和事佬了，我自己的儿子，我最清楚了。这话都是你自己说的吧？你还真以为我老糊涂了？不是的，娘。娘，您看您这阵子操劳的，多了很多白发。哪天我去找些何首乌给您染染。我都多大岁数了？染什么头发呀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心疼，心疼您这些日子那么操劳，我害怕，害怕这个难关咱们过不去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别担心啊。娘，您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只是有点头晕呢。这些人说在等你。哎，东家，他们这些官差说我们不能随便进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我们可是有重要任务在身的。这些啊，都是我的民团啊，你们进来吧。哎，等等，一下子进这么多人，我们得上报补房才能批准。这是我贺家的私事啊，我保证啊，跟你们要找的人犯没一点关系啊。哎，这个您空口无凭，我们很难相信。奇怪呢，这林祖刚的话他是听进去了，
可别告诉林祖刚啊，咱们那份他可不能昧下。哎呀，别啰嗦了，有我呢。听，出去了，就咱俩在屋子里待着。哎呀，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啊，怀疑什么呀？坐下。这事儿只有你我林祖刚三个人知道，只要咱们不说出去，谁能知道啊？再说了，我不过是出个主意，是他贺文达自己贪生怕死。哼，要说贺家谁是祸害，贺文达是祸害。你说说，你说说，这好端端的一个家，怎么一下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？他得感谢咱们大嫂管得好，啊，不光我不服他，连他亲生儿子都不服他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，怪不着别人。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娘。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？文达他疯了，他真的疯了，他真的疯了。史密夫先生，这些金子代表我们贺家的诚意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都非常遗憾，也希望看在这些诚意的份上，我们两家的仇怨就一笔勾销吧。对，我岳父说的对。那个史密夫先生，您看这贺东家是吧，多有诚意啊，连家底儿都拿出来了，要不您就网开一面啊。黄金真是好东西，很多人用尽一生也不能拥有这么一块，可贺东家能拿出这么多金子送给我，你的诚意我知道了。太好了，史密夫先生就是个明白人。对对对对，贺东家如此有诚意，我如果逼得太紧也显得我不讲道理。这样吧，我宽限你们几天，10天后把人交出来。史密夫先生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好了你收了我金子就不追究了吗？祖刚，他什么意思？不是我也
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这在人家地盘上，咱们忍忍。何东家，金子很珍贵，但我弟弟的命更加珍贵。犯人必须绳之于法，人必须给我找回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别啊！收了金子还要人？你抢钱啊你啊！别！何东家，别忘了，金子是你自己抬过来的，要我收下的。如果你说我抢钱，你真的是冤枉我了。我们有一句话，一眼还眼，一牙还牙 ，You understand？ 他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冷静，冷静。哎，史密夫先生，你说谁？来人，熊科。哎，岳父，别打我，咱回家，回家。哎，别动手啊！洋人一般见识。我的金子呢？现在怎么办？不，你别冲我来呀！咱是给洋人给玩了。什么？我也没办法，他们不守信用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带你还装？你别骂人呢，我装什么呀？您想啊，这不是宽限几日了吗？不会将您全家满门抄斩，说明咱这金子没白送呢。你放屁！我现在什么家底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可以抄的？岳父，您没事吧？呸！傻子！哎，兄弟，开门，快！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史密夫先生啊，您就那个……哎，史密夫先生人呢？先生身体不舒服，先去休息了。哦，这是给您的酬劳。就意想啊？啊。先生特意让我给您送回家。啊，那行吧，那替我谢谢他啊。好，来人，走，抬走，请。咱们这儿有后门吗？贺文达呀，简直是疯了！今天咱们非得教训教训他。就是啊，那么多金子就那么全给出去了。少安勿躁，静一静，行不行啊？那些金子是为了救贺家才给洋人送过去的，这就是个屁话。我早就听衙门里的人说了，人家还得让贺家交出润生，那钱都打水漂了。还有，当初他把地抵押出去的时候，他答应我们，做了官以后要给我们加倍分红。现在做官的事儿怎么不提了？是不是报答了？听我说，是这样，地契已经赎回来了，瞎吵什么呀？早就回来了。光有地契有个屁用？贺家的底儿都空了，你说这生意还做个屁呀？让金普和和贺文达出来给我们退股，给我们钱。这个孽子啊！老夫人。不好了，老夫人，宗亲们都来了，说是要找东家讨个说法。娘，这可怎么办？这祸是躲不过去了。走。娘，哎呀，你们怎么耍流我？要不然呢？咱们就拿东西。你们都别吵了。东西。都坐下吧。正常媳妇儿，你看看你那个宝贝儿子办的什么好事啊！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就别再护着他了，宗族出面，家规处置。对，家规处置。你呀，应该亲自打他100鞭。对，为过。问题是，我也不知道文达在哪儿啊。东家，你快来了。资料下面买了两箱，没人注意到吧？没有。钱大头，你走吧。东家，您不是说给我一块金子吗？先生，你答应我，答应好好的呀。这个够吧？够。够了吗？够了。够吗？够了吧！全是王八蛋！不可能，
一定是你把他藏起来了，快把贺文达交出来，加罚伺候。就是，这臭小子在哪儿呢？麻醉后，加罚处置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干嘛？你给我回来！不能走，不能走。贺文达呀，贺文达，你把贺家的金子都给打了水漂了，你该当何罪呀你？贺文达，你答应我们分红，没有了，你说要买官，官又没买到。 你不但不能给大家带来任何东西，还把贺家的家底全都败了进去。我们作为至亲，怎么能不管？你说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你才行？冷静点，你说，冷静点，先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听我解释啊。先坐下，稍安勿躁。最近贺家出了很多事，我也非常难过，希望各位。 体谅一下我的难处，给我一点时间。退股的事，没问题，我一定办好，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，行不行？你做得了主吗？你不信我，你娘给我来做个保证。是啊，文达已经给各位做了保证了。 最近家里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，财务上呢，真的需要一些时日周转，请大家谅解啊！别说那么多废话，你需要多少时日，你给我们个准信儿。对，是，半个月，半个月之后，你们来这儿拿现金，多退多补，可以了吗？啊，半个月行吗？啊，大家啊，是，我们等不了。你们入股都是自愿的。 契约是白纸黑字，可以证明的，啊，抵赖不了。我们贺家几十年的声誉，难道你们都不相信吗？贺文达呀，贺文达，你先是卖地，后是把金子打了水漂，你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骗我们，我们怎么信任你啊？见不着你，我告你，闭嘴！你们这些恬不知耻的家伙！ 哎，你真的是谁呢？说话呢？是我们的，啊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这群白吃白喝的东西，这么愤怒啊？真是太不像话了！是担心以后没有人给你们供吃穿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本来金子送给洋人，我还有点不舍，但现在我释怀了，因为这金子不给洋人。 也会为了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蠢货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文达，交钱没有？你就一条，别再逼我！文达，把枪放下！文达，你现在有种！ 虽然每家的股都不多，可是架不住他们一起来兑现银啊。而且如今金库都空了，这半月之后我们拿什么给他们啊？娘，刚才应该让他们多宽限几日才好。文达根本就没打算退股银给他们。您是说？那文达他？只是暂时拖延。 老夫人，大和尚求见。就是那个团练教头。正是。
这大块头一定要亲自见到老夫人，说有要事相告。听说抢劫金库就是他带的人。是，您是怕他是东家派来？娘，要不我带您去到外头见他，看他是何用意。哎，把大和尚叫进来。是。我亮文达也没那个胆量，敢叫人直接对我怎么样？ 老夫人，大和尚对不起您，对不起贺家。 是你呀！你想说什么？你偷了我的金子！你太让我失望了！明明是你把金子抢走的，你还送给了洋人。我明白了，是大和尚出卖了我。你怨不了别人，你为什么不反省反省你自己呀？ 若想留不至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以为今天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以后就永远不知道了吗？娘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私藏金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 我离开你们，这个家没法待了。你们都是坏人，我说过，我不会跟你们一块等死的。爹，你说什么？ 你要丢下我们自己走吗？你儿子问你话呢，文达，快给娘认个错，就说私藏金子不是为了自己啊。文达，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。叛徒。 我养了一个自私、愚蠢、不负责任、不敢担当的败类。何家到了这个地步，你抛妻弃子，只顾你自己呀！娘，您息怒，不是娘不容，是你自己造的孽。宝琴，以后文达所有的一切。 都交由你和明生来接管，你不再是贺家的东家。
娘，您三思啊，娘，娘。娘，你真会说笑话。我现在有什么东西算是你可以接管的啊？记住了，是你们对我恩断义绝。站住！谁也不许拦着他，让他走，走了永远不要回来。好，是你们，是你们，是你们逼我离开的。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你真的要走了吗？再也不回来了吗？天塌不了，娘，咱们家不能没有东家。这要让外人知道了，可怎么说呀？咱们，娘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今天这件事谁也不许传出去。要是有人问起来，就说东家出去办事儿去了。把我的鞋藏了，我就不能光着脚走吗？看看还缺什么。这是什么？香儿，我这儿也不是什么久留之地，明天一早我就送你离开，然后我回风雨楼，把剩下的事情处理好，把姑娘们都安顿好，我就去找你会合。香儿，咱们去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你的地方，好吗？可是，现在贺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不能一走了之啊！你好不容易逃得一死，你还去想什么那些出卖你的贺家人？他们没有出卖我，没有老夫人，没有贺家。你就见不到现在的我，他们跟您一样，都是我的亲人。何况，还有雨农。你傻不傻呀你？那雨农早晚是要嫁明生的人。反正，我不会允许你走。我一个人回去，我就能救贺家一大家子的人。难道你想让你的祥儿做一个自私自利、胆小如鼠、只管自己苟活、不管亲人生死的人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自己已经被一刀砍死了，你们都没救我。我宁愿没有认过你这个娘。魏生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故意要让楚姑伤心是吗？你小南，香儿，娘盼了你18年。终于把你给盼到了身边，你现在要回贺家，我不拦着你，但是你多陪我2天，就2天，好吗？可是，娘。2天以后，我亲自护送你回贺家。楚姑，哪怕官府
跟洋人要斩立决，我绝不拦着，我会让他们多预备一把刀，手起刀落。咱们俩抱在一起去死，到下面再去做一对永远不分离的母子。不敢奢望。